好，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，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些这个防疫的物资啊，怎么一人还捐赠的比较快呢？现在哦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根本都不晓得到底医疗院所各地需要什么东西。我随便举一个，现在很多的厂商，他就需要自己要筛检，他希望自己能够那个筛检，筛剂在哪里不知道，买不到。结果我们台湾的合格的赛季，你可以到香港买得到，你可以到新加坡买得到。哪个地方需要血氧机还不知道，什么地方防疫比防疫